今天可是个大日子，什么日子呀？今晚恶作剧之吻两集连播，我可以看80分钟能不能成了？前两天你们还在追吴尊嘛？都追啊，又不耽误，反正都是一个组合的嘛。喂，你面前有一个这么闪闪发光的大明星，你还跑去追电视上那些啊？嗯，是是是，在我们曼儿面前啊，那些都是十八线。你干嘛呀？我锻炼臂力。你没事吧你？没事啊，很轻啊。走啊。你该不会是有什么特殊癖好吧？主要是我吧，长得太帅，用你这紫色书包挡挡桃花运。太自恋。 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的，走，我们买香菇肥牛去吧。好。哎呀，你真的不看一下《恶作剧之吻》的吗？可好看了，而且你可以练习一下演技啊。喂，弄什么神呢？书包给我！你干嘛？我的。这是我的。不是我的。我说了我背的。我要拿钱包。哦，那给你。哎。 十字绣，十字绣就十字绣呗。那你答应我了，今天晚上就得看。我知道了，但我觉得炎亚纶更帅一点。亚纶也很帅啊。嗯。我车到了，我先走了。 说的话你听到没有？不要再想着做演员了，你怎么管这么多呀？哎，我跟你说啊，我又看到了一个新的试镜消息，打算去试试。试镜？你别胡说八道了！我高二的时候才没有出去试过镜。那是你，不是我。我在我们学校门口又看到了一则新的试镜消息，我准备去试试看，说不定你要感谢我。 那你提前当上女主角呢？你疯了吧？门口的小广告全都是骗子，不去试试看怎么知道呢？你不懂，娱乐圈的水深得很，你一个小丫头片子根本就应付不过来，连我都应付不过来。做演员这个剧本不是什么好结局。 就你懂得多，少还我。不是什么好结局。我就是美丽的赵曼儿。哈哈哈哈哈！
Cathy 的事你知道吗？你还知道 Cathy 出事了？现在公司都在紧急处理这件事儿，我还忙着出公关方案呢。挂了挂了。哎，你不是我的经纪人吗？怎么也要管 Cathy 的事儿？大姐，我就是个打工的，公司让我跟谁我就得跟谁。那我的事儿呢？那你自己去跟公司说呀，找我不好使。可是我。